在人没有被大舅一家收养，跟现在会有什么不同？你这样活着满足吗？代替别人过他的人生？你不用这样看，好像我很可怜。这是什么话啊？照你的个性，怎么可能替别人过人生呢？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我呢，可是韩主化学的独生女，你很清楚应该怎么做，对公司才最有利。我们结婚好不好？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10%%的可能性，东森戏剧台。